農曆嘅七月七日咧，就係牛郎織女相會，一年一日相會一次喺鵲橋上面。無國界醫生日亦都係七月七號，就俾我哋喺一啲富庶嘅地方嘅人，可以同喺一啲遠方資源好少，甚至喺戰亂中嘅人相會一日，俾我哋感受一下佢哋，俾我哋幫助一下呢條橋。是什么呢？这条鵲橋就是无国界医生了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7月7号捐出自己一日的人工，来到跟远方需要帮助的人共度一个时光。